我的作品主题名字叫做觅，那觅就是线的意思嘛，线的结就像我们人的缘分一样，我们每个人因为缘分相聚分散，每一根线就是紧密的交织为网，就像我和每个观众之间的缘分一样。那在因缘机会之下寻找到了渔网这个媒材，渔网的这个媒材样貌其实很符合我心中想表达的意念，因此我就以渔网为主题去发展。因为像我们普通认知里的渔网可能功能就是拿来捕鱼嘛，那当它破了洞以后就是失去了它本来的功用，那我就在想说，那我要怎么去利用这个已经破洞的渔网，于是我就捡了更大型的渔网，把它制作成一个通道，然后加上一些荧光剂啊，还有一些皱褶去组合排列，让它有一种有别于过去废弃渔网的样子，不只是大型的渔网，还有一些小型的零碎的渔网。那我就是再加入一些荧光线材，制作成小花的意象，或者是珊瑚礁的样子。透过就是 UV 灯的照射，让这个地方看起来更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。创作的过程中，其实一开始拿到大量的废弃渔网是没有太多的想法，但是经过了跟渔网的朝夕相处，各种组合排列，才发现了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些小花，或者是让它成为一个更美丽、更漂亮的形象。